千年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禅宗祖师慧能大师，在曹溪南华寺得到禅宗五祖弘忍禅师的真传，被尊为禅宗第六祖。六祖一生广开法门，度众无数，使得禅宗一花开五叶，并革新印度佛学，使传自东土的佛学从此走上中国化的道路。所著《六祖坛经》也成为了非佛说的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著作。六祖老时准备从曹溪南华寺回到他的家乡新州，弟子们问他什么时候能再回到南华寺，六祖回答说，叶落归根，来时无口。不久，六祖在新州圆寂，成就了肉身舍利，轰动一时。但出家人以出家学法处为根，后来弟子们根据六祖遗愿，将其肉身舍利迎请回曹溪南华寺祖庭供奉。但此时真如六祖所言，他已经是来时无口，不能说话了。时隔一千多年后，今天我们再次见证了一位叶落归根、来时无口的肉身菩萨，他就是出家于泰宁庆云寺、圆寂于台湾的慈航大师。慈航菩萨，1895年到1954年，福建建宁人。18岁于泰宁弥勒山峨眉峰庆云寺李自忠和尚剃度出家。慈航菩萨一生身弃大陆南洋台湾，学成太虚大师、法阶元婴大师，三度闭关，6年月藏，推动和实践人生佛教理念，主张以发扬文化、举办教育、推动慈善为佛教的三大救命圈，专于唯识学、修持弥勒法门，为治理台湾佛教僧家青年院校教育的先驱。圆寂后肉身不化，乃台湾首尊肉身菩萨，其追随者以及办教理念，在其后的数十年对推动台湾佛教事业的壮大和提升贡献巨大，影响波及南洋及美国，直至今日。
佛教界相信他是弥勒应世玄奘再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圣僧，落叶归根却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临终前他对弟子说，我已老病，今生返回大陆已无可能，但愿入寂后将来能有叶落归根的一天。相比六祖大师叶落便能归根，慈航菩萨叶落归根的遗愿一停就是半个世纪。今天慈航菩萨的遗愿俨然成为牵动华人佛教界的一件大事，而这个遗愿终于在2007这一年得以完成。2007年，为促进海峡两岸佛教事业的健康延续与发展，共同弘扬慈航菩萨的三大办教理念，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州开元寺方丈、泰宁庆云寺住持、释本信大法师发大心立大愿，要完成慈航菩萨回归祖庭的遗愿，承蒙慈航菩萨感应、慈航菩萨学生传人的大力支持，终于于9月14日到20日成功组织举办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即海峡两岸和平与发展祈福大法会系列活动。而这项活动也得到了来自海峡两岸四地及国外汉传佛教界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为筹备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即海峡两岸和平与发展祈福大法会，应台北市佛教会暨明光理事长邀请，福建省佛教界于2007年8月3日组成以本信大法师为团长的赴台考察团，协商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相关事宜。2007年9月6日，在上次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福建省佛教界又应台北县佛教协会暨常志理事长之邀，组织赴台恭迎团，恭迎慈航菩萨圣像。该团由省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本信法师为团长，省明宗厅副厅长王志明先生为顾问，成员共22名。台北县佛教会常志理事长率众到机场接机。在台湾期间，恭迎团一行得到台湾中国佛教会名誉理事长悟明长老、了中长老、静心长老、理事长静良长老、台北市佛教会理事长明光法师、台北县佛教会理事长常志长老、高雄县佛教会理事长新茂长老、高雄佛光山方丈新培大和尚、台北法鼓山方丈果洞大和尚、果品副方丈、普里中台山副方丈建少大和尚、西指慈航菩萨纪念堂监院赵生法师、弥勒内院住持宽裕长老、静修院住持慧荣法师、灵泉寺住持秦虚长老、圆光寺住持如悟法师，以及慈航菩萨的学生与传人真华长老、清灵长老、净耀法师等的热烈欢迎与热情接待。
9月12号上午，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的法会在西止慈航菩萨纪念堂隆重而盛大地举行，上千名四众弟子与各界贵宾与会。法会主要典礼由台湾中国佛教会及各县市佛教会负责人与福建省佛协赴台恭迎团的诸山长老共同主法，净良长老与本性大法师共同为总主法。净良长老读诵恭诵祈福文，本性法师读诵恭迎祈福文。接着，慈航菩萨圣像巡礼弥勒内院。静修院。真的走进来了，好，在旁边的。圆光寺。是的，佛法圣道。是的，佛法。菩提讲堂等，并作短暂停留，共众瞻礼。2007年9月14日上午，以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为团长，副理事长圆宗长老为副团长，名誉理事长净兴长老为荣誉团长，福严佛学院前院长真华长老为荣誉副团长的台湾佛教界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护送团一行268名诸山长老、四众弟子护送慈航菩萨圣像由金门直航厦门。福建省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性大法师、副会长如妙法师率省佛协副秘书长释奇法师、教务处主任林耀法师与厦门佛协主要负责人泽悟法师、定恒法师、法云法师、法源法师、静兴法师以及省内诸山长老与四众弟子数百人，
于和平码头迎接慈航菩萨圣像和台湾护送团一行。与此同时，台湾其他佛教团体、寺院派出的代表共50余人，以及美国、新加坡、印尼与港澳地区的60余名贵宾，也陆续由各机场港口入境。接着，两岸佛教界护送慈航菩萨圣像到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奉迎仪式，并作短暂供奉。奉迎仪式由中国佛协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太虚大师的敏愿学生维贤长老、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静良长老、福建省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本信法师、台湾真华长老、元宗长老、厦门佛协会长泽务法师、常务副会长定恒法师等主法，南普陀寺常住僧众、闽南佛学院师生、厦门佛教界四众弟子等共1000人参与。下午2点过后，在两岸四地及海外汉传佛教界四众弟子的护送下，慈航菩萨圣像顺利登车。整个队列分成12部大巴、6部小车，直行福州，前往福州开元寺。福州开元寺是福州现存最古老的寺院，始建于梁太清3年，距今近1500年的历史。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著名道场，曾为皇家寺院宗庙。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大师、日本天台宗祖师圆真大师、印度密宗高僧般若达罗大师于唐代陆华修学之地，闽王王审之、王陵父子极力护持之古刹，现存有距今1000年的特大型铁佛等圣物，为福建省与福州市2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该寺秉持以佛心纠正人心、以佛道辅正世道的办教宗旨，范围社会化、层面平民化、对象人本化、方式生活化的教化目标，融佛耀祖、佑民护国的办教原则，广开法门，办有佛教老年安养院，免费安置赡养贫困老人数10位，以秘方配置的佛教中草药救死扶伤，创办社科类之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设立福州开元寺立青奖学基金，长期资助贫寒学子。
正因为如此，开元寺在福建乃至全国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今天，这座气象焕然一新的千年名刹将又迎来一批尊贵的客人。晚上八点，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美香女士、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勇先生，在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罗建先生、福建省委统战部庄义贤副部长、省民宗厅王巨仁厅长、于显峰、林志之等副厅长、福建省台办韦忠慈副主任、国家宗教局徐远杰司长、赵磊副巡视员、中国宗教杂志社陈红星社长、福州市陈维明副市长等的陪同下，亲切会见了静兴长老、静良长老等两岸四地及国外的汉传佛教界诸山长老大德。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学成法师、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性法师、副会长普法、道文、如庙、兴亮法师、副秘书长赵雄、世启、定恒、普利法师等陪同会见。上午八点，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暨海峡两岸和平与发展祈福大法会开幕式在福州大戏院盛大举行。开幕式仪式由省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性法师主持，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福州开元寺与泰宁庆云寺承办的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暨海峡两岸和谐与发展祈福大法会开幕式现在开始。两岸四地与美国、新加坡、印尼等诸山长老、福建省佛协领导与理事会理事、省内各社区市佛协主要负责人、福建佛学院师生、各界贵宾、四众弟子共800余人与会。大众首先向主席台上的慈航菩萨画像行三问训礼。好，请坐下。开幕式上，学成大和尚代表中国佛协与福建佛协致辞。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慈航菩萨的最大心愿，也是无数佛子未了的共同心愿，更是两岸各路同胞与海内外生活儿女深切强烈的善良心愿。王美香副省长代表福建省人民政府致辞。通过举办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暨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祈福大法会，来进一步加强和促进闽台港澳及海外佛教界的交流交往，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蒋坚勇副局长代表国家宗教局致辞。我们纪念慈航法师，还要进一步弘扬和挖掘佛教关于和的理念，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和繁荣。静兴长老、静良长老应邀发言。借这个各种这个机会，大家能够更加密切的交流，希望两岸的佛教徒大家呢都能够团结一致，能够为了弘扬佛法，能够利众生而努力。慈航菩萨他有三大理念那么文化、教育、慈善，希望他借他的这一个愿望成回来之后，让我们的国内的这佛教在文化、教育、慈善这三大积极方面能够发扬光大。
应海长老应邀代表慈航菩萨学生及传人致贺词。大家忘记了，可是今天我们祖国的佛教，我们祖国的在这个作为长官首长，还能给大家帮忙，把慈航菩萨的这个肉身这个啊，这脱胎的像，再请回他的祖庭来供奉。这一方面表示了台海两岸的佛教大家的一种对于慈老的一种啊尊敬，同时也希望利用佛法的来安定社会人心，和谐世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即海峡两岸和平与发展祈福大法会，在福州开元寺隆重开场。福州开元寺前的古东路上，内外山门之间，6000多名寺众弟子沿道路两边多重排列成1公里多长的欢迎队伍，大家口诵消灾延寿药师佛圣号，佛号弥天。祈福大法会在开元寺广场举行，广场各分主法和尚区域、法师区域、居士区域、紧急后备区域。大会开始前，台湾中国佛教会与福建省佛教协会就台湾佛教界捐赠慈航菩萨圣像与福建佛教界仪式，在广场上举行了交接仪式。仪式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成大和尚代表福建省佛教界、台湾慈航菩萨回归祖庭恭迎团净良长老代表台湾佛教界、福州开元寺方丈、泰宁庆云寺住持本性法师代表慈航菩萨出家祖庭泰宁庆云寺互相在台上捐赠证书与闽方受赠证书上签字。该慈航菩萨圣像高77厘米，宽64厘米，深57厘米，莲花座高63厘米，座椅高69厘米。之后，学成大和尚还向该活动承办寺院福州开元寺致赠纪念品，赵朴初所书佛字精绣，檀香袅袅，梵音阵阵。祈福法会由学成大和尚、本性大和尚、净心长老、净良长老、真华长老、圆宗长老、少根长老、净雄大和尚、建昭大和尚、应海长老、慧雄大和尚、通智大和尚、明光大和尚、长智长老、新茂大和尚、净耀大和尚等101位两岸四地及国外高僧大德共同主法。期间，净良长老读诵圣像恭送祈祷文，本性法师读诵圣像恭迎祈祷文。现主庭供奉典礼迎请祈愿文，呼以一叶并千江之水，有求必应，此境含万象之辉，所愿皆成，知有福建省泰宁县弥勒山庆云寺清净沙门本性有感教圣国心，秉持释迦如来遗教，承蒙福建省佛教协会委托，恭率泰宁庆云寺四众于福州开元寺锦城香花异国，梵音妙乐，焚香燃灯，广设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肉身菩萨，慈航大师，福起弥勒门开，慈航归来，都率化现庆荣重辉，更其海峡两岸波澜不兴，两岸四地繁花似锦，普愿修行戒定慧，众生解脱，
熄灭贪嗔痴，世界和平。时为胡历2551年八月初五吉时，庆荣沙门本性率众河南聚闻。福建省佛教界诸山长老、福建佛学院众师生、台湾佛教界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护送团一行，福州市各重点寺院僧众代表、福州开元寺四众弟子以及国外汉传佛教僧俗等共500位僧众与6000多信众参与法会，另有数千名当地居民前来随喜观礼。下午，以文化、教育、慈善、佛教三大救命圈为主题的慈航菩萨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大戏院举行。海内外诸山长老、佛学专家学者、福建佛学院师生等共600余人与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严正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与此同时，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本信法师、台湾净良长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圆慈法师、台湾明光大和尚、美国印海长老、通智大和尚、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娄宇烈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增文教授以及吕大吉教授、张兴英教授、黄夏年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要提升我们佛教啊，我们要把信仰作为一个根，把它扎在地上，要把学术作为我们的枝干，把它冲向云天，那么就我想我们的佛教就有希望了。要透过这个各位的专家学者啊，把他的精华、他的实际的方面呈现给我们大家，深圳慈航菩萨的他的文化、教育、慈善的传达志愿啊，就能够发扬光大。三法师啊，最大的一个特点，他本人呢、啊，追求学问毫无止境，而且对自己的追求从来没有满足过。第二的办孝育人，实践人家佛法方面的，就是成绩卓著，而且表现突出。最后一点呢，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个性。因身法师好像都说他是性情中人吧，啊，就是说他敢想、敢笑、敢怒、敢提自己的主张、敢实现自己的主张。慈航法师的一生，他积极致力于这个僧学的教育与佛教文化的弘扬，主要呢是践行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自己的一生努力使佛教走向人群，走向社会。那我们现在说慈航大师他的一生吹大法螺做狮子吼，他的贡献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护法安身。这种弘扬精神我认为当前对佛教界啊是很有意义，一方面对每一个僧人他是一种推动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推动佛教内部维护团结的一个杠杆。9月16日上午，慈航菩萨圣像在海内外500余位四众弟子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前往祖庭泰宁。
缙云寺位于全国十大名镇之一的泰宁，离泰宁县城40分钟车程，比邻世界地质公园、国家4A 级景区，与宝岛台湾日月潭结为姐妹湖的大金湖。这里丹山碧水，钟灵毓秀，文化积淀深厚，人文景观资源丰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泰宁缙云寺，也就是半个世纪前慈航菩萨出家之地，坐落于弥勒山峨眉峰间一平展开阔地。峨眉峰为福建省自然保护区，位于泰宁的西北部，距泰宁县城24公里，海拔高1732米，为福建第二高峰。寺院后以峨眉峰主峰，背靠天然太师椅山体，安坐于太师椅中烧龙而起，宛如弥勒度的山坡上，前瞻双重笔架山，面临天然放生池，气势恢宏，前景开阔。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其特殊的地貌、植被、山体、动物、天象和迹象等诸要素，构成了保护区丰富多样的旅游景观资源。这里有许多珍贵树种和华南虎、梅花鹿等稀有动物。保存完好的山中沼泽湿地，旖旎壮观的天象景观，雄浑的山体，清澈的溪流，十万亩竹海，遍布的山茶花，时隐时现的云山雾海，一望无际的天然大草坪。该寺历史上曾名峨眉庵，始建于宋代，为泰宁著名人物邹应龙祖先捐地而建，因其善举，感应邹氏后代名人贤达辈出，遍布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由于水灵山盛，历代不乏高僧出世，且为肉身舍利成就者、慈航菩萨剃度出家之道场，明文八闽及海峡两岸亦为闽浙赣之海拔最高寺院。慈航菩萨生前曾余愿回闽西北光大祖庭弘法度生，使其成为中国佛教的改良基地，由此弘传佛法到全世界。他说，我在南洋弘法17年，学校报社皆托付友人，本愿尽回闽北建寺，为桑梓附近3县传布佛法，将来造成一个佛教区域，为改良中国佛教的基地。此次来台湾不过因利成变，作一桥梁耳，岂可稍遇折难，即便初心吗？又说，我觉得目前有2条路可走，一条是在台湾办一所佛教英文学院，栽培国际弘法人才。如果这条心愿能实现，就是这条老命丢在台湾也无所谓。一条是回福建家乡，实行小城戒大城行，从乡村做起。他还说，现在要把弥勒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及无我无我所的唯识道理，由中国传到全世界，使人人都能够信受奉行。2007年9月17日，肉身菩萨慈航大师在海峡两岸四地及海外汉传佛教界四众弟子的悉心护送下，顺利回归到福建泰宁，安奉于他剃度出家的缙云寺。上午，慈航菩萨圣像安坐仪式在泰宁弥勒山峨眉峰缙云寺隆重举行。来自闽西北各县的四众弟子1000余人，在省佛协副会长、3名市佛协会长新亮法师的率领下，在山门外列队恭迎来寺贵宾。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锣鼓喧天，鞭炮争鸣。安坐法会由本性大和尚、净良长老、真华长老、少根长老、建昭长老、应海长老、慧雄长老、元宗长老、长智长老、兴茂长老、明光大和尚、净耀大和尚、通智大和尚、寂明大法师、妙相大法师等主法。慈航菩萨学生净良长老、真华长老、法子应海长老、徒孙慧雄大和尚、净耀大法师，慈航菩萨生前常住寺院之静修院住持慧荣法师，以及少根长老、建昭长老等应邀讲话。本性大和尚致谢词：我们两岸佛教界以及我们当地很多信众，他们梦寐以求的向往慈航菩萨能够回归的这么一种心愿，那么今天已经如愿以偿了。我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慈航菩萨的到来能够护佑一方平安，尤其我们护佑我们闽西柏，护佑我们福建，护佑我们海峡两岸。最后我想做一首小小的偈子来赠送给这个青龙寺，赠送给慈航菩萨，也赠送给在座大家，那就是慈航归来，弥勒门开，兜率化现，庆荣重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中国佛协副秘书长张林居士代表中国佛协向庆云寺致赠纪念品。仪式上，净良长老、维敬尼师、慧雄大和尚、建昭大和尚、陈生汉居士等海内外四众弟子还纷纷自发地向庆云寺捐赠祖庭修建善款。之后，庆云寺大雄宝殿的奠基动土仪式也隆重举行。仪式上，本性大和尚、净良长老首先为奠基石掀开红布，接着又与海内外高僧大德一同挥锹刨土，为大殿基石培土。梦想中的青云寺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比这个更大的。按我自己心中的想法，它应该成为一个我们佛教基本教义的弘扬的重镇，佛教这个核心理念的实践的重镇，能够成为青年生学的教育的重镇，而也能成为我们这个弥勒文化的研究的重镇，尤其起码要成为一个闽西柏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圣城一样的，对，我们希望。但是很多人也梦想能成为，他能成为一个闽浙赣的一个大寺庙。时间在这一刻度铭记，历史在这一篇章翻新。这一天，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愿望，一颗叶落归根的赤子之心，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刻，对于两岸四地的佛教界来讲，同样怀揣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和愉悦。一个关于叶落归根的遗愿，一场关于回归的活动，
尽费周章，也终于顺利完成了他意义非凡的使命。佛教说，法不孤起，欲缘方生。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乃两岸佛教交流的又一盛事，是何等殊胜的因缘！两岸佛教界人士也纷纷表示，慈航法师叶落归根的夙愿，跨越半个世纪得以实现，这是两岸亲情和法义无法割舍的证明。有一句话叫做将此身心混成刹，是这名为报佛恩。我想报佛恩很重要，对。那么怎么报佛恩？我不讲远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慈航菩萨的精神把它弘扬开来，让他在福建生根发芽，遍地开花，这个才行。对，同时呢，也把他的祖庭修复好，以便这个到时候能够早一点请这个在座的大家再一次光临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来参加落成典礼。因为这个本圣法师有这个心愿啊，那么要这个供请这个慈航菩萨的分身回到这个庆宁寺来供奉啊，来弘扬慈航菩萨的三大志业，这个文化教育慈善啊。第二点，今天所以能够把慈航菩萨信众送回来，我要感谢每一位团员，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庆元寺建起来，把慈航菩萨的这种宏愿能化扬光大，让国内的佛教能兴盛，那么这就是报答了。至此，2007年9月，慈航菩萨回归祖庭暨海峡两岸和平与发展祈福大法会系列活动圆满落下了帷幕。针对本次活动，香港佛教联合会暨会长觉光长老、美国纽约中华佛教会暨会长妙峰长老、美国德州佛教会暨会长静海长老、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暨李牧原林长、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暨林庆南团长、澳大利亚兜率内院暨住持、妙境大法师等发来热情洋溢的祝贺函。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佛教协会、福州市佛教协会、厦门市佛教协会、武夷山市佛教协会、泰宁县佛教协会、福州开元寺、泰宁庆云寺等分别在所在地设宴款待海内外贵宾。福州开元寺为海内外贵宾在闽的食宿行及活动提供了费用。福建电视台海峡卫视、福州电视台、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海峡导报、福州日报、福州晚报以及台湾佛卫电视台、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诸多媒体对本次活动做了报道。本次活动从发起到圆满历时逾年，动用了数万人力。不仅如此，活动还得到了海峡两岸如下各佛教团体与寺院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作为承办寺院，我们不禁感激
特此鸣谢以下单位。